那价位0.04以后再计算的一个哈，相对在 ADI 上面就变成是61%，从89%降到61%。好，那这也符合以前我们对于相关不管是农药也好，好各类来讲，好我们都希望说不要低于，好不要高于80%，好这样的一个原则比较相符。所以非常高兴哈，非常谢谢哈我们的专家们哈替大家的一个。安全的一个把关，好，业了哈。那从 Codex 每家凹字含鸟，这样的一个标准在。那基本上我们是根据 Codex 这样的一个标准，去做相关的一个验算，也就是所谓的强制标示，那强制标示的部分，就到我们的这个产地，那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当然会有各种标章。那是大家在竞争宣导的品质好，那这些我们会鼓励大家来做。